现在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，要生产15000只左右。我们的全体员工的加班加点，我们现在呢有4个车间在生产，那么我们每天生产的大概能生产150万到200万的样子。现在呢，我们继续的把原来已经请假的了员工呢都招回来，加大力量是吧，组织生产。生产企业一片繁忙，已经放假，厂方紧急组织上流水线顶班，通宵达旦生产口罩。我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吧，对吧？为那个社会贡献一点嘛，多生产一点。对，要抓紧时间嘛，因为现在这个需求很大嘛。为保证特殊时期的产能，厂方果断决定不计损失停掉所有国外订单，保证向本地和国内市场每天供货6万个以上。我手里拿这台，它的测量范围是-20到150度，它的距离最远应该能达到5米，设置的温度是37.5度，那么我现在对着38度的黑体进行采集，它就那个报警。每天生产制造的数量大概也就是20到30号的样子。那么结合全国各地的需求，我们首先保证的是武汉，后续的话呢，会每天至少保证5套以上的这个数量发往武汉。到了这个初六以后，随着物料和协作加工这个保障的到位，我们会形成更大的产能。预计初十以后，满足全国各地的各种需求就已经不会是困难。多少这个范围？就差多少？一会儿来把你衣服。